下，你们坐下。你们慢慢说，逼给我看，请。怎么变？停！怎么可能？我刚刚从那边。等一下。原来是蛤蟆大仙。蛤蟆大仙你好。是这样的，我家在淹水了，村长说找到你们就可以解决那水的问题，你们可以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没反应啊？等一下，哎呀，朋友，他们不是神仙啊，他们都不会动。你们是骗我的，请问神仙在哪里？那边，等一下，有人在拍照哎，嗨，等一下，借我爬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不是只有三个神仙吗？等一下，一二三四，明明只有三个神仙，怎么突然变？Yeah.
这招有用哎！这样，花猫大仙，你好。哦，时间是这样的，我家现在淹水了，你们可以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会淹大水啊？Thank you.
哎呀！我哪去？不要跑！哎呀！哎呀！走开啦你！哎！怎么那么好，还有椅子可以坐。休息一下。怎么讲啊？明明就在那边呢。
我是赶快跑。哦，对，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跑掉。为了家乡里的人，为了家乡里的人，我一定要把大山脉赶走。找到武器啊！哎呦，哎，你不要笑，会痛嘞！有救了！
我黑漆漆的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螃蟹神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年轻人啊，你在大蛇般的肚子里，怎么会这样？摸不到远处，又怎么懂得靠近？若不深入内部，又怎么知道问题跟答案都在里头呢？螃蟹神，你可以不可以讲简单一点啊？哎呦，坚强的外壳底下正是柔软的经络啊，这里就是大蛇蔓最脆弱的地方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要在大蛇蔓的肚子里面就可以把它打败了，太好了。哎，螃蟹神，我需要一把尖锐的武器啊。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一把利剑。什么？我要变成螃蟹？一个人的呼吸不局限在躯体内，一个人的心跳可以散布在旷野山林间啊！当你仔细聆听沉默，你才会真正唱歌。当你潜入大水深处，你才
到哪里啊？哇塞！上一回说到少年赶走了大蛇鳗啊，没错，大蛇鳗被赶走之后，纳税自然就退去了，村民们欢天喜地的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了。可是他们也终于发现，这场大水的起因来自自己对大自然的破坏啊！厉害！那少年呢？少年，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？少年呢、啊，最后回到了村中，成为了大英雄。不对！少年哦，是变成了螃蟹神啊！不对！少年变成掌管大水的河神啊！不然呢？少年跟大蛇鳗最后变成了男女朋友。好，耶！好，这样哎，太好了，那到底后来呢？不要开玩笑了。后来，很多人常常在出水口那个地方看到一只小螃蟹，走过来又走过去，走过来又走过去，就像是保护着村。